我要投诉川河门店的员工安宇私自挪用客户账上的投资款项。安宇，请跟我们回集团配合内部调查。咱们一会儿去吃点什么呀？都行啊。安宇的账户收益差不多了。分手吧。Hey, Miss, are you okay? Hey. 之前的流产手术导致了严重的宫腔粘连，再加上子宫内膜薄，想要再次怀孕，几率还是很低的。干嘛呢？你为什么又这样呢？我就是想依依了，我想来看安宇，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。给，慢点慢点啊！哎，这边。我要投诉川河门店的员工安宇私自挪用客户账上的投资款项。安宇，在个人比拼当中你成绩优异，被评选为阅读新星。哇，祝贺安宇。太棒了，恭喜。江总监，你也在呀。正安宇，请跟我们回集团配合内部调查。这什么情况？调查什么呀？出什么事了？请大家呢耐心等待调查的结果，好吗？安宇，我们走吧。我就是想依依了，我想来看安宇。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这么客气了。走。你希望对手里闲置的500万资金进行合理的配置，但是在风险和收益这一栏你没有任何诉求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只跟安宇签全权代理合同，把这500万资金交给他一个人来打理。米露，你们这样太卑鄙了。